鬼比较难过，小鬼。对呀、啊，他一整天都不讲话了，闷什么啦？没有，因为新哥跟 Kid 已经拿连二了嘛。对，止步在我手上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我怎么？没有，不是你的、啊，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问题、啊。但明年还是要继续努力。装帧设计，因为你要得金曲奖不容易啊，基本上我敢断言就是不太可能，就还是想拿金曲奖。那怎么办呢？山不转路转啊，如果你手上有一座金曲奖，管它是什么奖项，对不对？那装帧设计还蛮酷的，我自己很喜欢艺术美术的东西，视觉传达这一块我自己还蛮有心得，这是一个远程的目标啦，不是说我现在一出手就一定要有，不可能。